教大家一分钟入手恐龙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红。怪蛋合作免费卡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张恐龙王 KCD 三姐连击盾，是一张神卡必刷，最好可以刷两张满级的。首先点左上方古神遗迹，进入追忆书库二，打开追忆记下这边使用爆豪术刷，其实过程都用炸了就能通关了。进关后前两关先用爆豪技能炸，接着来到第三关三康直接带走，再来直接炸到底，最后一关固定版面不用转珠就能带走，轻松一分钟一场速刷恐龙王。活动到1月23号都能刷，请大家把握时间一起来刷吧。如果不想错过实用的速刷影片，请按下订阅按钮看更多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谢谢大家。